人想聊天、想要交朋友是很正常的事情，但是呢，我们要斟酌一下哪些话可以说，哪些话不能说。哎，说实话，看久了，有几只僵尸长得还不错。什么鬼了？认真啊！我没有，我认真不好小有些僵尸看起来还不错，好慢哦！他脸没有烂掉的情况下，看起来还可以。如果任务是在小餐馆多好，我们就可以多接几个，对不对？诗诗有强迫症啊，只要经过的地方都想要搜过一遍。强迫症的孩子不可取。啊，到了到了。可是这个症状很严重，只要不收完，浑身不舒服。不像刚刚舒前一服个，啦。对，像前一个我们还没收完，我们就哎，去收第二个了，完全不舒服。这个脚踏车也太高了哦，巨人巨婴专用。吧。我们是这个吧，山林高墙公寓吧。对，你后面有个女的。没事，我进去他就看不到我了，他看不到我哎，车尾灯。他攻击我，啊，那你就跨进来就没事了。没有，我要按的时候，他就贴近我，他不要我还是走，他爱你，我不要，谢谢，他爱你，他不让你走。不要，谢谢，你不要我有走，思思兔兔不要走。了，什么鬼？跟人聊天当然有啊，但是聊天要有分寸，对吧？兔兔对吧？聊天我们喜欢想要跟人家聊天，人都会想要跟人家聊天，但是有的时候要想一下什么话题可以讲，什么不能讲。对啊，但不小心踩到别人的地雷。人想聊天、想要交朋友是很正常的事情，但是呢，我们要斟酌一下哪些话可以说，哪些话不能说。我们要跟人家聊天可以啊，但是不要造成别人的困扰。而且有的时候穷追不舍，一直问一直问，也会让人家觉得地上烦。好像有虫哦！地上有房，哦，好，啊，我忘记是。带了。有了，去了。说话要有说话的艺术。要先想清楚对方能不能接受你讲的话。第二，在脑袋里面先思考过，如果你把这句话讲出来了，会不会有什么后果？如果你不清楚的话，你就在脑袋里面思考一下。如果别人对你一直问、一直问同样你现在想要问的问题的话，你会不会觉得烦？如果你会觉得烦，那就不要问。如果你不会，那另当别论。俗话说得好，己所不欲，勿施于人，就是自己不想要的东西，不要施加在别人身上。如果你自己都感觉不行，那你就不要对别人做同样的事情。哎，有现在道是理我拉起吧？了。怎么样？看试试台是不是发现还可以听一些人生观？嘿嘿，怎么跟猪道一样？跟猪道，真假的？嗯，他也是那种哎、欸，那种讲解这种深奥知识的人。不是啊，问题就是有。是不会特别去讲，但是如果有人提到的话，因为是这边常常会有一些比较年纪偏小的问说要怎么交朋友啊，要怎么聊天啊，然后要怎么跟 V 说话，要怎么跟 VTuber 说话，要怎么跟 YouTuber 说话哦，啊，对啊，那这个情况下就可以很好的利用了。哦，在这里。哦，我还在想说你在干嘛？我在找，我一直不懂在哪里。嗯，啊，他就只有那里而已，对，他就走那个而已，啊，走吧。走不？
也不算大道理，只是一些交际的方法。对，你想想看，思思三月十五号刚出道，然后你看现在思思跟多少人联动过了，而且有的时候是人家主动来邀思思，然后有的时候是思思主动去邀别人，对吧？像兔兔，就是兔兔主动邀思思，耶，开心。欸、我都一直拿到受那个烧伤的急救包、欸，那个好像蛮常拿到的。思思有一段时间也是常拿到的。欸、等一下，轮胎。等一下，原来我是吸血鬼。哦，我也是。我们都是吸血鬼。太苦了，找不到自己。没有，搞不好那个是造业。有时候我一直很好奇，吸血鬼到底是要怎么整理自己的仪容？怎么讲？吸血鬼不历代以来的那个形象，不就是那个中世纪文艺时期下来的形象，不就是贵族吗？那就代表很注意自己的 外貌仪表嘛。啊哈。那他们到底是怎么造的？可能他们那个什么吧，就是他们有佣人呐、啊。他们有佣人，他们有佣人可以帮忙啊。对，没错，大家都要练口才。为什么？我跟你讲，你动手打别人，那绝对是你的不对。但是你可以把人家骂到他揍你，你还可以跟人家讨赔偿。哦，对，记得哦，骂人的艺术在于，你骂他了，绝对不带脏字。懂吗？这个我做不到。骂人不能带脏字。这我做不到、欸，真的。骂人不带脏字，这个才是绝对重要的事情，你知道吗？你还要讲到人家说不过你，承认自己。哦，对对对，我傻。哦，对对对对，我脑子不好，没想到。你懂吗？那个才是最高的艺术。你要讲到对方怕。觉得哦，我不能跟你讲了，我讲不过你，呜，太苦了。然后还必须承认对是自己的错。口才的最高境界，正常的吧？悟出人生大道理跟悟出口才大道理，哎，这是差不多的东西，好吗？人生大道理有的时候也是靠你的嘴巴讲出来的。懂吗？你要讲的有办法让人家心服口服，那才叫大道理。当你讲出来的东西没人相信的话，那哪叫什么大道理，对不对？就是要讲到人家觉得哦，你讲的是对的，那个才有办法叫做大道理。兔兔，你会觉得思思很厉害吗？已经太厉害了。没有，我是说话的方式，因为有人说哦，可以一个直播一直讲话，好厉害哦，我没办法，我没办法，我也是，真的假的？可以的，现在思思不是都很努力的在找话跟你讲？妈，我是那对、欸，我是怎么讲？好、哦，就是有，我怎么身上那么快满呢？就是你的身上怎么那么快满？原来你要跟我讲这个？不是啦，没事，我帮你，你整理一下，我帮你看，挺厉害的，不会啊，有的时候也是你们开头。但是如果思思要做什么，思思先跟你们讲一下。其实说实话，这个东西很简单啊。当你们要做什么，或者是之后的预想啊，或者是剧情的发展啊，你们都可以预测一下。在预测的时候就稍微边做边讲，你不要停下来，停下来人家会觉得闷，你知道吗？一个画面都不动，然后你就一直听你这边讲事情，这样会太闷。所以思思会是边行动边做，
懂吗？你就可以耳朵边听一些东西，然后也可以是看我现在在做的事情，这样画面上就不会太过单调，懂吗？就像现在哦，这边居然只有一个尸体，说说看，啊，屁股好性感。好，换枪，夜卧 5.56 了。你看，我就把自己要做的事情稍微讲一下，然后呢，再配合上你自己的动作，对不对？这样讲一讲，是不是就觉得哦，还好了呢？没有想象中那么困难，你只要哎就好了。对不？对啊，有的时候人家都说啊，为什么我光讲解就好，人家好少人在看哦。可是又不讲又不行，就觉得好像没什么内容，没有错了。你可以讲，但是麻烦边讲边做，你边讲边做就不会造成那个视觉上的无聊，懂吗？有些人就说：“看思思啊，你讲的话都是屁话啊。”我说：“对啊，我讲的话都是屁话，可是就不会感觉单调啊。你看，我现在要做什么，我就讲啊，边讲边做，画面上看起来好看，你们耳朵听起来也不会觉得太闷。四步怎么样，兔兔要不要跟思思学啊？”再想想，因为我现在已经很乱了，又要开始找东西了。对，等一下。意大利面怎么是你？厕所收到意大利面，可见他们觉得应该不错吃哦。没有，人家泡边泡澡边吃啦。僵尸有感情。哦，可能吧，但我没看过。有一个电影有啊，不是？哦，好像有。哦，对。如果你那个什么？为什么？他的舌头，他的舌头，好恶心哦！他的舌头在跟你拉鸡。好恶心哦！你刚没看到吗？他把他的舌头伸出来，然后在你脸上乱舔一通。我没有注意哦，一直打不到他，找到用枪射他，会有那个的声音，超恶心，我没有听到那个甜声音，我只听到一直啊啊哦啊啊哦，我一直咿咿啊哦啊，好，我也没听到甜的声音啊，那只是我配音的，切，意大利面多了一股神奇的气味，恶心，香，特殊的调味。十有八九是咖喱味，还是巧克力冰淇淋？我不知道、哦。什么鬼啦？你是说他刚吃完冰淇淋去舔你吗？对，没错。什么鬼？哦不，好长哦！天哪！就知道。有一股骚味。哇，你好骚啊！让我想到那个梗图，你好骚啊！你好骚啊！我想到是 GIF 图哎，只要看到僵尸是往地上趴下去的，那就知道他是装死。哎呀，我跌倒了！啊，不小心跌倒了！啊，我摔倒了！那个 YouTube 有一个那个那个那种古装剧的解说员啊，那个那讲那种还珠那种宫斗剧情的那种啊，我摔倒了，啊我跌倒了，是啊，那他们都是这样的吗？不是，很好笑啊，我摔倒了，我的孩子没了，啊我摔倒了。然后就是什么你害我跌倒了那种，懂你的感受，我不懂。再来呢，我们跌倒了啊，老天，
是这个。哎、欸，你知道烙贴是什么吗？什么烙贴？流产。哦，烙贴的，好像听过。台语的。啊，跌倒啊！我跌倒啊，烙贴啊。流胎、哦。对，我跌倒了，然后流产了。